要来向请这全台湾哦，陷入这欠水危机。但好比新丰路这一大片的这农田哦，却因为这排水沟出口塌掉的哦，灌溉沟水一甜哦，这沟水是规个灌入去农田哦，造成这农田哦，规年冬天拢浸伫咧水内面，深度讲拢到脚头有遮尔啊悬哦，农民哦袂当耕作，阁无法度休耕来摕补助，是真辛苦。全台都在欠水，但是这片农田则是当年浸在水里面，农民不能耕作，也无法度申请休耕补助。原来是因为农田出口的排水沟严重塌掉的，灌溉沟全阁满水，水一直灌入农田，造成农田浸在水里面的怪现象。啊，只要沟仔水，就拢湿啊，规区田拢水拢甜起来，所以规区田吼，定拢浸的啦，拢浸掉的，种菜啥？嘛，拢种袂起，拢淹死啊！啊，若阁落雨天，阁愈严重。灌溉沟吼，都头前拢无做吼，啊，拢水袂顺，啊，拢淹过来排水沟。啊，排水沟嘛是旧来吼，啊，这几年拢足多，啊，即摆排水的功能嘛拢无去啊。啊，所以因做田人就是灌水会足紧的，但是无法度排水。啊，所以因这几十年来拢无法度种作。农民无辜忍受水淹农田的情况，争议点牵涉到市区排水沟加农田的灌溉沟，官员希望管制单位唔通互相踢皮球。即马大家拢咧欠水，我看到即区田、即两二三区田吼，拢安尼淹水淹到安尼吼，别位咧欠水，因则是咧做水灾吼，嘛感觉足奇怪，十几年拢无法度种作吼。我感觉相关的单位有迄个责任吼，厘清看上的责任吼，啊该当啊你的权力的事吼，爱去共做好，互人这个人吼，伊要种菜好吼，要布场也好，唔只有法度做。广大农田淹水深度达到脚踏户的宽度，和农民权益白白受损，真无合理。相关单位应该尽速处理，负起责任。大中华新闻，淡文清河美采访报道。